要用那个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用地狱三头犬才可以打败天意战神。现在没有地狱三头犬。为什么没有地狱三头犬？我也不知道。来呀、啊！你这个神力圣剑又要被我爆裂。我刚刚已经连续爆裂三次，一、二、三。天意战神，日上神力圣剑，攻击他，攻击他！耶！谁赢啊？但是是我赢的。这要打爆裂。看。这样要打爆裂啊！这次天意战神怎么停下来了？哦，你赖皮哦。会打败你，啊！我也会打败你。我是最强的天意战神。哇！你自己又爆裂啦！呀，你怎么自己会那么会爆裂呀、啊？在这里，这是你自己用爆裂的，你用太大力了。都没有发射在里面，所以吴信义，你认输吧。你要用万象宙斯吗？但是我用一个那个天意大神的轮牌呢。你要用万象宙斯吗？不要，那个太输了。你我呀？可是你都是打在外面啊！战斗开始。呀，你看，我都还没有打，你就自行爆裂自杀。阿爸，自杀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己弄就会。